幽静人勤修期待生活精进，七种皈依如来，供养敬事如佛，明菩萨欲圆满，菩提心愿弘经。啊，各有情人呐、啊，爱勤精进哦，期待生活啦，爱精进，真正是各有情，就是菩萨啦。菩萨爱发心，发心呢？爱勤修，爱不断呐、啊，把握当下，日日勤修，时时勤修，生生世世也是同款，爱勤修啊，放长不得啊，懈怠不得。咱常常一句话，尤其是那伫咧做暗课，时日已过，明亦随减，如消随逝，事有何乐啊？咱爱及时，如救条连。好亲像火烧着咱的头毛、目眉毛同款，火已经逼近来咯，要赶紧啊！这火烧到咱的头前，若无赶紧，家己怕灭啦，真正有小心之患啦。真正爱如救条件，所以咱爱勤精进，咱的慧命长久长久以来，咱就是一直都是的欢呼的，这是因为呢。欠精进呐，那一念偏差，一时懈怠啦，就安尼放松了咱救回命的时间哦。所以咱既然体会到了解呀、啊。法真理就是在咱的周围，在咱的内心，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的佛性啊，空大啊，那就是啊，宇宙天体合一，收束回来呢。就是人人本具真如，咱若会当通彻了解安尼的道理啦，咱就爱分秒中发，毋通离心，更毋通离心，所以咱。有情人啊，现在咱是伫人间，咱伫咧学菩萨道，已经听经遮久啊，佛陀感恩就是，甲咱破除过去呢，
独善其身的观念，提倡咱人人爱发大心嘛，修咱家己断尽烦恼，立人群中去救度众生，这就是佛陀呢对咱的教育。咱应该现在爱殷勤精进的时刻啦，发菩萨心的行者叫做觉有情人，爱勤修，好好爱殷勤去修行啦。咱爱持大乘法精进，精而不杂啊，进而不退，激发心啊，咱的心啊，都唔通阁有杂染心，咱爱专精一致。好好修啊，向前前进，唔通停滞。众生爱往前，时间无等人啊，分秒安尼伫咧过啊，天地之间。无常的代志真多啊，昨昏的中道，大家人有感觉到也无？一个强烈的地震哦，规模是7.2啊，等于是921。迄当阵，一地震的等级哦。想看九二一迄当阵，安尼几年去咯？迄年是几年啊？1999年9月20一号，天也未光啊！迄一天的凌晨，一个天摇地动。就瞬间呢，台湾的中部，迄一波呢，损害，偌呢正侪人受苦难呐，家破啊，人亡啊，就是伫咧瞬间呐，这记忆。也阁真深，但是真侪人啦，也已经淡忘去了。昨昏中昼，迄个地震啊，就是伫花莲的东北边啊。那这地震好加载啊，感恩啊，一些地。200多公里深嘛，实数呢？那是伫千站啊，又是不堪设想哦。所以咱应该呢，爱时时抱着感恩心，时时警惕无常。什么时阵会发生？咱唔知呀。把握到呢平安的时刻，才予咱有修行的机会呀。每一刻，每一秒钟，佛法道理会当让增长咱的慧命啊，咱的人生。到底有偌长啊？倘好，搁予咱
丢毒担台呢？咱爱赶紧，生在人间，得闻佛法，这个时阵，佛法啊，道理，咱爱时时勤修啦。我看到加拿大呀，在五月一号，迄一天啊，忽然间一个林火啦，星星之火一烧落去呢，不可收拾啊！到现在已经六月外啦。真正已经烧掉了吼，一个多月的时间啦，从开始的时，每一天，迄个拿火啦，每一天啊，上少伫十五处发生，厝起壁落啊，啊来拍火拍袂离啊。每一天十五次，或者是二十次，家伫咧烧，开始咧拍火，迄边阁开始伫咧烧，也阁是伫咧拍火，哦，屁喷命啊！安尼呢，一连串滴滴烧，到现在超过一个多月的现在。也个也未拍信呢，这无常星星之火到底烧掉了偌多的哪地去啊？不只是哪地啊，连人的家厝啊，嘛已经烧掉了两三千户的厝咯。不可收拾啊！现在呢，每一天啊，两千外人伫咧拍火消防队，伫咧拍火啊！搁在美国，搁在南非啊，拢有派消防队来协助拍火，一天两千外人。已经烧掉了呢，五六万公顷去了，真正呢，实在是真浩大一件。这种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么大的灾难呐，这个星星之火一起，不可收拾啊！人间无常，尽管呐，讲的加拿大是一大片的土地，真大，确实呢，灾难安尼起，几工前啊，有落雨啦，雨虽然有落较大一点嘛。大地上有较湿润呐，火也阁是伫咧烧，这火一发啦，真正是不可收拾。只是较安心一丝啦，火势呢是往东北边延烧过去，加在啊。无有向油砂的生产地，无去伫迄个炼油的地方，卡苏那我过界啦，对炼油厂这边过来，哇，那就更不堪设想咯。人生啊，无常的代志。真正是，唔知什么时阵，伫什么地方，咱
平安，爱定定真感恩呐、啊。尤其是呢，亲像昨昏迄个地震，那要是较浅层呢，较挖陆地呢，吼、哦，咱今仔日哪有法度坐伫遮安心伫咧讲话，安心伫咧听话呢？时时爱抱着感恩心嘛，时时呢爱敬感，爱勤，爱修行嘛。佛陀两千多年前安尼讲啊，未来的人间呐、啊，五浊恶世啊，开始的时。人民啊，就危机四伏，迄、那个五浊恶世，敢就是佛陀讲的未来，敢毋就是咱的现在呢？世代不掉啊，一发。不可收拾的灾难，天灾人祸，这咱敢会当搁想海带落去，将这个业呢再带到来生世呢？咱敢搁会当懵懵懂懂再过的日子，无要轻清净？我带着这种的无明业力啦，何里何度呢？来生来世，唔通啊！所以咱爱赶紧啦，发大心、大圣心，行菩萨道，作为一个觉悟正人，爱勤修。爱持大圣法精进啊！大圣法啊，咱即卖现在发四品啊，佛陀已经真用心鼓励咱人人啊，爱持经修法啊，爱。勤用心来听经，哪怕是一句一句啦，去欢喜心。咱若会当安尼，不只是一句一句，唔通想讲哦，阿佛陀讲听一句一句，安尼去欢喜心都有功德啊。啊，我嘛已经听一段啊，啊，我功德敢毋是真多啊？有啊，有功德，但是你的烦恼无明无起地啊！你烦恼无明无起地，你已经群中啊，无结好缘啊！你无愿意呢，去行菩萨道啊！你无有开阔你的心胸。包容天下众生啊！你还有足多习气啊！你并无改啊！你听一句一句，这几天一直讲，这只不过呢是下一粒种子而已啊！心禅呐、啊，那无经营呐、啊。这粒种子呢，还是同款杂草，把你包起呀、啊。心内呢，拢是石头、沙粒啊、杂草啊。有种子的呢，你唔肯自经营，安尼你听一句一句，阁有啥咪用呢？
只是敢那和你卖一粒的种子，但是无明啊，也阁是满心啊。这时间不断不断过去啦，咱应该好好珍用心，各有情人勤修持戒生活精进，才无辜负着佛陀。安尼分段分段啊，来人间用众生根基呢，甲咱说法啦。七种皈依如来，供养敬师如佛。佛陀有七种的弟子啊，这七种的弟子呢，那就是出家五种，在家二种。出家五种啊，那就是比丘、比丘尼，这修大戒的二种，各有沙弥、沙弥尼是小戒，那阁有色茶摩那，这都五种。那阁有在家二种，那就是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就是佛有七种弟子。所以这七种弟子应该呢要供养大乘法，但这几天不就是都说供养法吗？要奉持法啦，要敬事有法的地方，就亲像有佛在的地方。所以七种皈依如来啦，已经是佛的弟子啦。咱对佛呢，爱敬事如佛，应该爱得一心滚滚好用啊，一句一句啦，入咱的心来。咱来赶紧去发喜的心，随喜的心，咱来赶紧呐，将这个法呢入心，身体入行，发大心入大愿呐，安尼勤修精进，见法如见佛同款。唔通讲吼，懈怠啦，这就是表示菩萨呢，欲圆满菩提道啦。那咱必定呢，爱行愿弘经，行咱的愿啊，咱既然发阿弥的心，立阿弥的愿呐。四弘誓愿啊，四无量心，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等等，所以咱都爱断烦恼啊，爱修佛法啊，行在六道万行，这菩提道上。咱爱个发大心啊，素无量心，
慈悲喜舍在人群中，这呢，这是真正学佛者，咱学佛爱体会佛心怀，佛的心怀都是真理，真理呢遍虚空法界，修纳入咱。真如本性，就是佛心为基心啦，爱殷勤精进啦，唔通甲世人呢，安尼浪费掉去，都真可惜，爱用心啦。接落来，来看前面的文。玉皇大帝啊，是诸人等以精进用十万亿佛，以诸佛所成就大愿，令众生故成处人间。释迦牟尼佛向玉皇菩萨讲：“爱怎样？八万大树啊，或者是在人间听闻一句一句，心欢喜心随喜，啊，这的人啊，将来我哪会当幸福？为什么会当幸福啊？”因为这的人已经供养十万亿佛，以诸佛所成就大愿，令众生故成处人间哦。那这两千受记的人，唔通想讲哦。啊，这些人哪会得佛受记啊？这些人是安尼。那现在呢，八万大树也是同款，因为时间真长啦。大通地幸福啦，迄个是，迄个道场，十六王子呢说法。时间真长，听《法华经》啊，下经济已经报经济的，这些人的心灵，人也真多啊。这些人呢，这么长久的时间呐、啊，拢是有经过了诸佛，真多真多的佛啊。也嘛有发心供养过啦，大家人那听到无量诸佛啊，大家人供养过，恁一定爱去想啊，周围的人咱付出啊，人人咱拢爱去恭敬心，人人呢拢是本具佛性的未来佛，这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啦，这当中呢，无不都是咱爱供养的人啊。所以咱啊，发大心、立大愿呐，都结众生缘，众生群中呐，再发心，因嘛是同款菩萨。同款伫咧行菩萨道，同款将来呢会当成佛，互相成就啦，彼此呢勉励，即众生需要菩萨，菩萨更需要众生，安尼呢来互相成就啊，来接落来一段文安尼讲。玉皇若有人问，
何等众生以未来世当得诸佛，应是世诸人等以未来世必得诸佛啊！玉王啊，哪有人问啊？什么款的人啊？未来会当成佛，会当作佛呢？那你就甲回答吧。这个人未来世隆重会当作佛，都这不是讲过去吗？人人只爱发一念心吗？愿意付出行菩萨道，安尼将来嘛会当成佛啦。只爱这念，一直愿意付出，付出在人群中呢，发点转上教上团，佛法在人间，启发人人的爱心，人人付出，都在人群中，这应该隆重会当成佛啊！这就是佛陀伫咧鼓励咱呐，发大悲愿，启发人人爱发大悲心，立大愿呐。所以咱常常讲，见苦知福啊。你若无入人群中，你哪会当知影苦难人的环境呢？苦啊！佛陀甲咱讲，人间无常，这苦难人无一定拢是别人哦。一旦无常发生啦，苦难人无定着是咱家己嘛，无定着啊！昨昏的迄个强烈的地震，是真感恩啊，好加载啊！地海的地震，200多公里下的地震啊，虽然呢，陆地的感觉呢，嘛是足摇的啊，真重啊！假使伊若搁较浅层，那真正是不堪设想，无时刹那间呐所造成的灾难呢，真大。看看厄瓜多，现在主祭人也搁伫。厄瓜多也未离开，也未结束哦。地震已经也是9个月啊呢。那么主祭人也搁伫个遐，现在伫咧规划中庭，或者是搁较长的规划，咱急难的救灾啦。差不多得要一段路啦，接落来中间要安怎临时呢？安顿这些受灾受苦难人，搁接落去要安怎样，让因有一个永久的安心处，这些。现在当地的规划啊，囡仔要安怎让伊赶紧有读书的地方？看，伊也是一个强烈的地震，也是7.2的地震啊！这是啊，真可怕。虽然人生爱时时啦，启发大悲愿呐。心爱常常牵挂伫苦难人的心灵，唔通讲吼，因甲咱无关系。有啊，
同款伫天底下，伫地面上啊，哪会是无关系呢？甲菩萨、甲佛啊，关系真大。佛呢是三界导师，四圣诸佛啊，咱是佛的弟子，佛心为基师嘛。天下好亲像一间大经厝啊，都是一家人啊，哪会当讲是无关系呢？所以咱应该视同天下众生如一家人，任何一个地方呐、啊，有灾有难有苦的人，咱应该啦。爱去付出，嘛爱成就咱家己呢，一菩提大道，一愿心嘛。所以咱应该菩提愿心啦，爱用路行出来，所以用大悲愿牵挂苦难人，用喜舍的心呢来。人民众生，那一旦安尼啦，这就是行菩萨道。这本来就是，咱本来应该以佛同定嘛，在定点及以前大通地性佛道场，咱都已经听到大话啦。菩萨的心应该拢在清净通。有修行，发菩萨心，修菩萨行啊，都是伫清净土啊。就亲像修小乘的人，我独善其身啊，我心无烦恼啊，我甲众生无牵挂，我家己独善其身，安尼敢对唔对啊？那咱爱发愿，就是愿。心作世，在那个作恶之世，咱甘愿。佛陀的时代，佛陀鼓励咱呐，爱发大心立大愿，未来世间我作恶世，更需要有发大心立大愿的人，所以咱爱发心。在这个人间，现在出世啦，正是作恶之世，所以咱爱发愿呐，就爱将这个经典呐，爱赶紧传予大家人，人人用心啊，来教大乘法，修入咱的心内。从这个大乘法呢，在咱的行动中，铺路行出去，将人民喜舍的心啊，安尼呢，这个情啊，纷纷安尼接过去，各有情啊，同情大爱啊，从这个。安尼不断传承落去，这呢未来的人间呐、啊，才有法；人间呢，才会当调整人心，法才会当复苏在人间，安尼才有希望呐、啊。
过去一段文啊，完全就是不断伫咧勉励人人呐，都爱好好发大心，立大愿呐，得一法啦，爱滚滚福养，一句一句听着，咱爱用心嘛，启发虚心。真欢喜的心嘛，啊，要安怎欢喜？我都唔捌要安怎欢喜，啊，就是唔捌。为什么你会唔捌？你都无用心嘛，你无勤精进嘛。你哪会当以各有精进勤修啦？自然呢，这个法你入心，你会真欢喜，有心得。在人群中啦，那就彼此互相勉励。这个法呢，不是咱受用而已，别人也同齐来受用。这就是爱好好受持啦，这改性呢，受持供养是经，乃至一句者。来世必当作佛，那必定呢，就是爱法，真正是入心来，是真正的一粒种子，一粒种子入咱的心，咱的心田内底有真多呢石头沙粒啦，咱爱家己紧经营啊，唔通可以发臭啊。石头啊，沙粒，咱爱赶紧甲伊撬开。古早，咱伫咧做田的时，应该即嘛嘛是呀。有石头，咱就甲撬规堆来，互伊的土肉呢，安尼较干净一个。咱则伫面顶呢，会当用菜果啊，野菜籽啊。菜才会当大长啊，同款的道理啦。咱的心地啦，就是同款爱安尼发听入来啦。咱的心田爱捡好清气，唔通有杂草，唔通有乱石吼。那咱啊，整理好干干净净，自然呢。压落去的种子啦，粒粒呢都播芽，粒粒生根啦，粒粒呢都是成为大树结果啊。这就是听法，未来也是会当成佛。所以佛陀讲：玉皇啊，那有人问恁讲？这众生将来是不是会生活啊？你就跟他说啊，哎呀，这众生呢，未来必得生活啊。只要有一句一句在他的内心去欢喜，发挥了欢喜的心，把这个法、文法、说法、行法、传法，阿弥呢，将来必当成佛啦！所以听话，真正爱用心啦，爱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所以讲，玉皇若有人闻何等众生，以未来世当得诸佛啊！阿弥问吼。那这就是佛陀爱为玉皇菩萨好好的重视这部经，就是法殊品吼。那爱好好重视对玉皇菩萨，这呢才用心嘛，唔是讲玉皇啊，玉皇菩萨你爱勤精进哦。不是呢，
是玉皇菩萨啦，你有看到遐侪人无？玉皇菩萨啦，那遮个人呢，那会当一句一句啦，啊，或者是受持法啦，这功德真大哦。那叫玉皇的名，讲别人其实是伫咧鼓励玉皇菩萨，所以呢。佛陀的用心啦，尤其是向玉皇菩萨讲啊，你那有人安尼问你啦，啊，你应该该回答吧，讲遐个人未来世必定作佛，这就是叫玉皇菩萨，你要足有信心对这部经啦，会当。听闻这部经，受持这部经，你爱足有信心的，爱甲因回答，未来因绝对会成佛吼，因为因甲经甲法听入去啦，因不只是听入心，起欢喜心，随喜功德，因拢有功德啊。因若有欢喜，因就会不断向逐个人讲，亲像咱五十年前开始成立组织，逐个人欢喜呀，就是口口相传，因为因欢喜，口口相传，啊，人人都有听到，啊，就人人呢来随喜，啊，随喜呢，啊，就受持啦，啊，就。会员并委员啊，啊，就安尼一直到现在来，哇，有组织的全球，同款的道理啦，就是爱有欢喜心，听了后入心欢喜，口口相传啊，所以叫玉皇菩萨讲，啊，当时。应该甲逐个人真有信心，甲因讲敬信、持诵、书写、供养，如是之人呐、啊。你应该真有信心，甲因讲，只要你恭敬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你会当受持这部经来。读诵这部经，来写抄写这部经，来供养这部经。那阿弥的人呐，移动来世，确定成佛。所以读到这段文啦，我家己嘛真欢喜啊，真有信心嘛。伫小木屋的时，敢就是安尼呢？因为呢，看到《法华经》，下起到迄份呢，无法度描述的欢喜心嘛。所以，逐天都是伫遐礼拜这部经啊。你用什么来供养啊？那当阵遐尼善，用什么供养啊？用我的身躯来供养啊，燃香啊！在迄个时阵，每个月农历的日时，就是燃香供佛的时啦，嘛是用真虔诚的心，真发喜呀、啊！欢喜的心嘛，安尼燃香供佛啦。接落来呢，合因缘成就啦，组织开始，种下第一期的工程，伫外面这个小小
的大殿吼，伫迄个所在也打佛七啦，伫遐也要讲经啊，无钱好买经啦，那就只好呢用铁笔啦、写蜡纸伫钢板的面顶安尼刻啊，一字一字甲刻落来，抄落来，无量义经。完成啦，讲无量义经，上无量义经，啊，唔止写无量义经啊，接落来《法华经》啊，七卷呢，拢总安尼，甲写落来，刻落来，虽然呐、啊，手还是受伤。但是现在还搁伫咧听，不过呢，心欢喜。那想到迄当阵啊，发喜呀、啊！伫现在还搁是发喜，加在迄当阵啊，有安尼发这念心，有安尼的动作，有安尼的耐心，用安尼的时间体力。去完成了总共八卷吼，无量义经甲法华经啦，这那想到安尼呢，心就真欢喜。虽然呐、啊，事隔将近五十年了吼，还是欢喜。小木屋呢，抄经啊。拜经抄经啦，那嘛是安尼过程来，所以那讲到呢，这个敬心持诵书写供养如是之人，我家己呢都会真欢喜呀。虽然安尼过来，开始做主持。好，愈来愈无闲，忙忙碌碌啦。不过，加在伫过去迄段时间，真正是真感恩啊！各位菩萨，时间累积啊，有做过了后呢，再回忆是价值的，再辛苦呢也是价值的。这就是生命中的价值，有一段啦。所以现在这部经《无量义经》重新再整理，照现在的科技呢，啊，伫将近五十年啊，迄个纸黄去啊，有的呢啊用得烂去啊，吼，啊字呢嘛一直忘去啦。照现代的科技呢，把这个字给调补起来，重新修正过啦。希望讲吼，予弟子有纪念，看到这部用钢笔安尼刻落来的，看到这部都想到师父伫最贫困的时刻难。功德会的时，迄当阵呢，抄写的经，现在啦，安尼的年龄，一支手抄经的镜头啊，也阁是伫咧听，那看到经，就会当想到是安尼的过程，所以各位听定的快乐，所以叫做痛快啊。快乐啊，心欢喜啊，这好好用心呐、啊，爱记着，爱知影，持经供养，爱发大悲愿，牵挂苦难人，爱记着，啊，搁都爱用虚下心啊，来怜悯众生啊，唔通干那想讲哦。咱要伫独善其身，咱应该爱发愿呐，
立即作恶之势，甲警团上落去。那会当安尼啦，就是功德无量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